着高跷特技人员在舞台上又跳又翻，两个人还拿起发光电缆玩起跳绳。2024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开幕典礼，邀请了10多个国家、23个团队参与演出。你要什么？肯尼基哇，伊拉看到又咳嗽，看着呢，林芝麻的是没有引就有 wonderful day best wish the health， 阿美子的来好沙里嘎嘎马波龙。哦，人亲头亲，咱到上亲，啊，今日呢真欢喜，嘛真恭喜，有这个机会呢，跟大家共同的努力，拼出宜兰的好生活。林姿妙展现她多语言的才华，跟来自世界各国贵宾打招呼，希望用最精彩丰富舞台表演，有效拉抬宜兰观光旅游的人气。对于我们的这个水域的部分呢，我们是用自来水公司的水，对水质最标准，一个小时呢就测一次。所以呢，对于我们的这个同伴节，我们要求就是卫生，然后呢美食、观光、文化、艺术，这都要齐头并进啊，让呢。世界看见台湾，看见宜兰，所以呢，有办同安节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带动观光、带动繁荣、带动智能工商的发展。为期44天，融入5G AI 科技元素，从空中飞越银河、飞碟、水上木马、路上的魔方乐园、同玩时空机，还有柯南解谜宇宙、魔幻光影秀跟好康抽汽车活动，超过200万的奖品让大家带回家。记者王淑明宜兰报道。